我们呢玩一个睫毛弯弯的游戏，一会儿呢我说天黑请闭眼，大家把眼睛闭上，我说天亮请睁眼，大家睁黑眼睛的时候可以不睁，也可以睁一只，也可以睁两只，我们从头到尾哪一个爸爸报的数字是对的，哪个爸爸马上就可以结束游戏，来跟我一起吃美味的鸡腿鸡翅膀。妈妈，你要表情好哦。有，加油！骗我！骗我！爸爸会努力的，好不好？真假？咱们就上道具吧，好不好？上什么道具？如果你再上这个呀，人家都会叫你爸爸了，信不信？爸爸？嗯，妈妈是妈妈。真的？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姐漂亮了，太漂亮了是吧？都妈妈的衣服为什么不动啊？哇，这干啥？哇，这个我这个好看，你就选 B 吧。我觉得我爸爸的好看，怎么？我觉得他爸爸好，我觉得我爸爸好看。爸爸，你变成妈妈了。喂，等一下，好了。我是你的董妈妈。他俩。董爸爸。我又叫董妈妈。我看见其他爸爸，你的不好看。我的不好看。对。爸的不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。爸，哇，你看这个。爸爸，你看。哇，你看董丽这个，绝对说爸你看。董爸爸，董爸爸，叫董妈妈，谁是董妈妈？董爸爸，叫董妈妈。董爸爸，你这眼毛，你这眼毛一扇，你这眼毛一扇，冷不冷啊？冷不冷啊？我想看我现在什么样子。给我再戴个假发。你这个臭爸呀，傻丫头，我骗你的，你不是臭爸。那我是什么呀？你是练武功的。我是练武功的。那么厉害，那我是厉害吗？厉害。我这眼睛这么小，连真不真都看不出来的呀。哎，关键我就是知道谁真啊。你是不是还打了点底啊？是不是还打了点底？特地为了这个睫毛准备的。还挺啊，还挺，不是后台吗？还挺白，你知道吗？白是一直很白，我缺那张痘痘。我觉得看了大家的眼睛有点浑身冒汗。来嘛来嘛。来，各位美人儿，一起给朕笑一个。如花啊，特别符合刚才的气质。